看到俄罗斯，好冷哦！这几天思贤还有陈浩，他们呢、就在这样的国度里，双脚踏在这一片土地，他的背景啊，都是真实背景。天天视讯回来报告了，好好冷，好冷哦！风一吹来呀、很冷。同时呢，他也会报告了，身上所穿的衣服是这样的保暖呐、大爱科技。他穿了这样的衣服，总是那样子简单，里面穿了背心，外面穿了这一件外套。他说很保暖，这都是他们站在当地啦，第一报告背景，还有提起啦当地民间生活的情景。这个国家平常呢，我们都想是强国，可是当地的人民啊，生活是苦啦，所以包括在教育上呢，也许将来也是我们的帮助之一啦。看到了那样的气候，又是要跟大家说，我们还是感恩呐。虽然是寒冷的天气，不过呢，我们还是在零上的哦，没有零下，还是呢十几度哦。总是呢很幸福的气候，让我们在四季中呢都还能调试。不过呢，我们还是在感恩中啊，更需要呢谨慎虔诚，用感恩来尊重这样的气候，还要用感恩尊重彼此，人与所有的生物之间爱物惜物啦，还要尊重生命，这就是累积啦。我们呢，一份天地祥和，人间和平，既有这么样的气候，而且呢，也更需要的人和，这就是人间最有福啦。好，最近呢、我们一直都在提起要气候调和，那真正的要共知、共事、共行。今年的岁末祝福，每一场我都有提起，光看到了现在的地球温度升高，再升高上去，那就是天灾频频哦。所以我们要四大调和，风调雨顺啊，也是需要人生活呢来调试一下，不是做不到，
只要每一个人控制一下口欲，提起勇气忍一下的几秒钟的口欲，就可以救地球，调和四大。在现在这一颗地球的大环境呢，这样的大空间里，它的温度升高，气候呢，就是因为这样的温室效应啊，所以让这样的气候不调和，这种无常人生啊，在大自然的灾难中，天天看到的，在这一片地球，在这样的空气大环境中啊，这不调和，实在是我们要人人要醒悟的啦。这还有人心的不调，所以今年呢、啊，这一对文，我是一直很期待，人人要用心铭记在内心，落实生活，看见人呢，我们要把这一对联的意义用出去，感恩、尊重生命、爱、和敬、无争、共福缘。我们日日假如把这两句话记在心里，还要推给更多更多人啊，能理解能做到，从近推到远方去，人人能做得到，共知共事，还要共行，如何尊重生命、爱，这是对生命的尊重，不忍心啊！光是为了口欲，一天呢是2亿多少的生灵，是在人的口中就这样的消掉了。我们人类呢，只是只知自己的欲，要达到了欲念呐、啊，都已经不知，所以这叫做佛教所说叫无明呐、啊。一知半解，光知道自己需要，不知道别的生物所需要，实在是很可怜的人呐、啊。假如我们能及时的反省，戒慎虔诚，这样的生活的生态改一下，那就还会有救。这样的温度呢，可以暂时不再升高，让它暂时。但大家都人人都能达到生活，大家觉悟到可以呢，在物资物力呢，也共同来控制，这样也许还有降温的机会。把人的口欲改，就不会再升高了。口欲以外呢，物欲啦，这个享受物欲，那
自己呢也可以控制一下，很自然，那是温度会不会再升，还会再降的机会，就是有科学的凭据。所以我们呢要相信，不是为自己而已啦，我们要有一个平安的空间来生活，更要为下一代的子弟啊来想。所以呢，生活改变一下会更好。